他这个赛季总共的三分进球数，我记得应该还没有到双位数哦，所以搞不好这一场是有机会单场就追平整个赛季的进球。反正转播不用露脸。陈正杰拿球在心脏地带抛投球进，是陈正杰假投粘切抛投得分，总算是止血了。但还是要钢铁人的反应呢，就是把克拉索夫吊上来，外围投短了，进攻篮板在大B手上。陈正杰最后十一秒钟，在弧顶的位置干拔一个三分球，非常有信心叫队友拉开，他要做一个 isolation。陈正杰再来一个外线出手，把握住，哇，这两颗三分对于钢铁人来说是两记重拳啊！他反而也像是打钢铁人的杀手啊！